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 提醒您本期看点。今晚美味收官之战，万金吃货洪荒之力，我要吃十个。怎么样？怎么样？安以轩。你家有没有男的？我可以嫁过去。马丽姐今天在天天向上要破戒，厉害了，他给你去。南方北面当家人，美味争霸，大小吃货相见恨晚。大胃王弟子君挑战88碗粉丝面，今天是吃货小凡。能吃好几遍。像这样的孩子，我要不要收他为我的媳妇呢？六期美食同台亮相，各位扶起来，领军主持粉面节，与你一起说不停。太好吃了，180斤。欢迎收看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今晚我们来说说粉和面。中国多样的地理环境衍生出了种类繁多的美食，北方人爱吃面，南方人爱嗦粉，南粉北面味道各自精彩，既满足了胃，也吃刁了嘴。自己没想到只胖了这么点吗？我以为是200斤。那这季天天美食你吃的有所保留吗？完全没有保留，我觉得我已经使出洪荒之力了。你评估一下，你觉得还能回到以前最瘦的自己吗？那请你继续吃吧。好的。怎么天天向上，越看越饿，抽身也没事，我都无法盘坐，我要转身离开这里，去找美味的宵夜，好怕自己的身体继续胖下去。酸酸我的脚放松，左手不满我饥饿的胃，人的转人的胖会不会是我肥胖的渴望？酸酸多少都不会好，酸酸要回去就见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饥饿有时是在周五晚上10点之后，饥肠辘辘，精神不振，好像身体被掏空，是不是胃又空了？想把空了的胃补起来，嗦嗦粉面节，6种粉面一个对策，把空了的胃补起来，他饱我也饱。清早醒着自然肚子开始叫唤，面条来给我一碗，牛肉帮我下满，不是什么清淡，面条给我来一碗，不要忘记下单，当心我最喜欢，面条给我来一碗，汤的火一喝完，味道真的超赞，味道给我来一碗，长夜漫漫，多次主动召唤。
呼吸。天哪，这是妊娠反应吧？天天向上暑期六期美食特辑，嗦嗦粉面节，这酸爽才正宗。恰恰恰恰恰恰恰。亲爱的观众朋友，有请我们嗦嗦粉面节吃相担当，只允许吃货小马。小马，不要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拿着吧，都吃好几件。拿走就不干。对，这天呢，这是去年的吃的，都吃好几年了，一生下来长大了。哇塞，哇，胃口真好。小蛮因为吃相呆萌可爱啊，才20个月大，就在网红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呐、啊！大家就说看他吃饭那个香啊，厌食症都治愈了。真的，我们来静静的看他吃东西1分钟，来欣赏吃饭，人间吃饭吃最好的一个。听说有人把他的食物抢走的话，他就会发脾气。好了，试试看。别！哎呦喂，待会儿他吃完了，吃完了，哎呀，他开始吃，身上还剩了点，不是这留着吧，当夜宵吃，这个当夜宵。吃完了，吃完了，身上还有一点，身上还有，哇，这身上有多少东西啊？这孩子太厉害了，哇，小朋友，哇，手指头都没了，以前手指头有10个，他指甲盖都秃了，现在，哇。哎呀，就恨不得把自己手都吃了，面条就着手指甲盖吃，太棒了！天哪，像这样的孩子，我要不要收他为我的媳妇呢？收他为儿媳妇，家里养不起啊！对呀、啊，得多大的家业让他吃啊！是啊，您家小宝不能这样，对对对。对，严宇豪呢是家里的独子，独子，我懂。不是，把重音放好。我今天问他说把重音放好。独子，独子，独一份的那个好孩子，对吧？对啊，你是身体被掏空了，对吧？我被掏空了啊！严宇豪呢是家里的。独子，关键家里的独子，独子，对，特别想要一个妹妹，这么可爱的妹妹，我是真的，你很想要，所以我来照顾她吧，我今天，你也照顾她，准备了好多，今天做保姆，你这是面条，我跟你说。哎，有想要那什么东西？各种好吃的。小蛮呢，平时就是一个主食控。哎呦，最爱米粉和面条。对，刚刚吃了一个头盘。哎呦，仅仅是头盘而已。这是开胃菜。拿香蕉，拿香蕉，拿香蕉，打开，看看啊。哎呦，你瞧，小蛮盯着吃的那个表情。好了。我这小朋友20个月，可想而知20岁的时候，这个碗都盛不下他，应该哇。20岁的时候，估计就是李湘那个样子了。哇，小蛮真的是，只要是个吃的，你都给人家吧，都给他，我看着他着急。接下来呢，我们让他准备一下，我们待会儿要给他带来非常好吃的正餐了，好不好？宇豪，你把你妹妹抱下去。妹妹，你把你妹妹，你我100多斤，我你别掐他的脖子呀，你抱他。你干嘛？抱不动，抱不动，因为他全身上下都是腰，你要掐好了啊。等一下，等一下，他都已经绑上了，绑上了，不是，是卡上了吧？肚脐眼太大了，我。OK， 好，把他抱出来。小南，小南出来了，小南，哇，我没穿裤衩，裤子，哎，裙子，好，把他抱好，哇，从小就这么性感，哇，厉害，哇，会不会抱？哇，你还玩坏了，你公主抱啊？没什么，底下都是垫儿，摔不了，摔不了。当心点，小心小心。小蛮本身长得就跟气垫似的，没事。让他下台继续吃啊！哎，多可爱，小朋友。小蛮，你看手紧紧地抠着人家的围巾。好，你们下去休息一下啊。哎，行。好好整一下，太可爱了。哎，让你别摔了他啊！
暑假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大吃大喝的日子也快过完了。我们今天天天好友味收官节目要放出大绝招，哎呦，那就是我们的灵魂主食米粉和 面条。刚才您不说了吗？北方人爱吃面膜，不是北方人爱吃面，爱吃面膜。北方人爱吃什么面膜？爱吃叶子面膜。哎呀，南方人爱吃粉底，爱吃粉。对，然后呢，我作为一个北京人，从小就是吃炸酱面长大的。我对，然后也是就着自个儿手指头。这种感觉、啊、真的呀、啊、对对，难怪长成大张伟的样子、哎、真是张伟啊。哎，你作为到湖南已经快八年时间了，什么感觉？开玩笑，看我的身材，哇，这就是吃湖南米粉 plus 长大的。对对对，这个所谓的 plus 是一个什么豪华配置？ plus 就是比如说我要一个排骨粉，哦呦，加牛肉，加牛肉、啊、加红烧肉 加辣椒炒肉、啊、天哪，加隔壁店就是加酸辣马，就是各种马都往上盖，加两个蛋、落起来有这么多，这么高、啊、这么高，上面往看嘛，看这么吞着吃。对，严宇豪，你吃过米粉和面条吗？吃，我经常吃我妈做的，我觉得那个做的是最好吃的。哦，妈妈做的，加妈妈的味道。我觉得吃的最好吃的面条就是韩哥的面，韩哥的面。这个拍马屁有讲究，把领导拍的晕乎乎。我就是你爸爸。酸菜的，大虾的，然后只要一泡一碗，扒一泡就行了。我跟你说，这绝对是拍马屁啊！这绝对不是拍马屁，这倒真是不是拍马屁，对，真的好吃。我煮的面条堪称一绝，堪称一绝。所以现在大家就吃完都绝了。面条叔叔是天天好友位置，说说粉面节、啊，你期待的面条跟米粉都来了啊！各位吃货唤醒你心目当中的洪荒之力！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吃了饭没有？没有，待会儿粉和面摆在你们面前，你们会怎么样？哇，那姑娘眼珠子都快瞪出来吃。哇塞，接下来有请不香食粉面的嗦嗦吃粉团闪亮登场，有请来的粉耶。首先从耀琪这边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耀琪，今天就是来嗦粉吃面的，嗦粉、是不是？嗦粉，对，真的是学了好久了，没有学会。耀琪到湖南多长时间了？十多年了。我最爱的就是吃常德粉，而且是七扁的七七。算了，就你这样的还敢说到了湖南十几年了？我真的我最爱的就是麻辣牛肉扁粉。哦，麻辣牛肉扁粉、哦，这个应该也是峰哥的最爱。对，特别喜欢，太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老朋友玛丽。长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玛丽，很高兴又一次来到甜蜜酱上，谢谢。哎，今天啊，不需要这么寒。今天大家都是吃货，你说你是会做吃的还是会吃还是怎么着？我是会做又会吃。你看现在最爱吃什么？撸串。撸串，哇、上一期没叫你来啊？哎呦，上一期是全中国最好的串，上一期是全中国最棒的串，这一期等于白来了，那就回家吧。除了撸串，我还有。小龙虾，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期是小龙虾，全中国六家最棒的小龙虾，哎呦，而且在你们刚才那个位置摆了一桌全虾宴，
好几万只虾，对，熊抱在一起。韩哥，我是回去是吗？不，面食也爱吃，北方人。面食，对。面食最爱吃哪种面？爱吃什么面？是我们东北独有的一种面条，其实它可能不够美观，但是味道特别独特。叫什么名啊？就是热汤面。接下来，安宇轩啊，轩轩绝对是我们认识的大吃货。以前节目来过一次，是下完节目之后还跟人谈呢，要不要开家店呢？我记得是那个鱿鱼，对不对？太假了，哇嘎，这更没有。对，他们这次跟我说，我说哎，又可以来天天向上，我说是吃，他说是，我立刻就来了。哎呦，他的外号我们大家都知道，嗯，邂逅。哎呦，邂逅，跟谁邂逅啊？邂逅。我觉得身为一个演员，我是不是影后不重要，但是在横店说到邂逅，绝对是我，是爱吃螃蟹。不只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会每年提供我大闸蟹，而且我每天我会每年提供啊，提供大闸蟹，说寄几只是提供炸炸螃蟹，也可以大闸蟹借的干爹，哇，太厉害了。他住在常熟，只要我拿来了，我给剧。剧组到目前为止，包括很多的制片人、导演，就说没有人的蟹比过我，所以蟹后，蟹后啊，没有人。那您在剧组怎么吃呢？要搞大冰箱？据说带好多的锅哈，有电磁炉，有蒸锅，而且一定要有小冰箱。其实是这样的，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说一下，因为有一次拍戏，我们两个住同一个酒店，他的螃蟹是放在浴缸里。哦，真是的，你真的假的？哦，然后养殖，人家洗澡玩小鸭子，他玩小螃蟹，玩螃蟹啊。房间就弥漫了很多的香味，一打开他傻眼，他说怎么有厨房，怎么是个饭店呢？我本来一直想，哎，晚上我们小酌一下，对，我带一瓶红酒，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去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有好几箱的酒，好多大螃蟹，我的天，蒸笼各种。他拍戏是假，批发是真的，是吧？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吃大闸蟹，女生太寒，一定要配黄酒，一定要配酒，对对对，而且然后放点姜丝。哇，好，我跟你讲，其实我不对外公开大闸蟹，先对外公开，都说啥事儿了。真的要说吗？公开一下，大闸蟹我可以自己在房间的小冰箱养殖，最少可以到一个月。首先你要有毛巾，然后把它整个沾湿，弄湿，对，大闸蟹你要很会叠，因为冰箱不大，那我可能就五六十只一次这样子。冰箱侧边放饮料的，你都可以把它公的母的就分开，螃蟹都住高层，分开住高层，每天得喷水洒水把它刷一刷。但是你养的螃蟹不会瘦吗？对，重点来了，好，对，然后呢，用鸡蛋的蛋黄，每天早上吸管滴那个。蛋黄吸起来，然后一只一只大闸蟹翻过来喂它，那它就不会瘦了。等一下，要是有人喂我吃蛋黄，我也不会瘦了，对不对？你住到他的冰箱里嘛？对呀，因为每天要悄悄看他眼睛动不动。那如果譬如说我快不行了，赶快吃，先蒸它。就是有时候他们真的被我养得太好，还会挣脱，你打开它就爬出来，然后助理就还会知道怎么把它再绑住。大概有三十几个助理做这个。作为一个演员呢，来到节目当中，对自己演的戏最近的动态丝毫完全了不提，说的都是养蟹。大户，你谈了半个小时螃蟹。明道应该在吃上面不算很讲究，但是吃的多，我吃的挺多，因为我以前做旅游节目，吃过一些大家可能比较少见的东西，比如说蝙蝠，蝙蝠我也吃过，我做果脯。果脯在吃的都是果脯，水果蝙蝠。刚才都说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对，接下来说说量。玛丽，你的饭量怎么样？看您的身材应该不大，就是不，我之前特别能吃，最近在吃素。我撸串自己能撸60串。60串？对，如果吃烤肉的话，我吃过两盘猪五花，一盘猪排，然后牛排，然后还有一盘那个牛的肥瘦的筋的。我吃过27串鸡翅。27串鸡翅，就等于说一串上面有两只，两个等于吃了54个鸡翅。哎，你吃如果吃小龙虾的话，你大概大份的我得吃2份。哦，差不多有100只，将近100，不是吧？你说吧，反正我们也记不清就那么回事儿。待会儿真上，你们真吃啊？因为我们观众马上就来100只，观众特别较真儿，马上就来。那个宇轩，大闸蟹。最高纪录被最后被拦住，是因为我吃了8只，被螃蟹拦住了，别再吃我们了。我是譬如说在拍戏现场有一点饿，我大概知道下一场戏要打灯了，我就会说蒸2只，然后助理就擦，然后马上蒸2只，然后导演在看我在那边磕螃蟹，然后等着收工回去，还在晚饭之前我要卸妆了嘛，我先去洗澡，然后我进去就说2只公的，然后就进去，然后出来在吃饭前就先吃个2只，然后吃完饭之后我觉得说
我是那种少量多餐，可能睡前的时候又说这是当零食在吃。对，这么能吃，您要去海边是不是一去就退潮？螃蟹看你是躲，说哎，宇轩来了来了，这个海里的海鲜都跑，人家不是吃海蟹，救命啊！我不懂，打闸蟹，闸蟹啊！吃货们吃到嘴里的都是美味，但是长到身上的全是烦恼。是啊，你现在开始减肥了吗？我现在不是减肥，是为了身体健康，所以才吃素。然后我之前啊，就是因为参加活动要穿一个礼服，结果他们这个码借小了。我今天说你不能吃了，你这一个星期都不能吃东西。你把借衣服的人吃了不就完了？你就知你不知道大张伟那种痛苦，每到晚上十点以后，就胃里咕噜咕噜的叫，哎，我都睡不着，我就起来了。特别是打开天天向上，对呀、啊。打开冰箱，全是大闸蟹，全是螃蟹，全是大闸蟹，烧鸡，火腿肠，看一看，闻一闻，关上门，转了一圈在客厅。喝杯水上床睡觉了。哎呦，这太痛苦了。你睡得着吗？睡不着，没办法，用水啊，吃个喝个水吧。完全不行。哎呦，我只要一饿就睡不着，我一定就出来吃。安宇轩吃饭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从来不浪费食物。哎呦，这好。自己吃不了，全给助理吃。现在助理每天被喂得跟大鱼喂一样。助理在哪儿呢？我特别想看看他的体重。助理那门进不来。哎，孙晓琪，你说你自己特别容易胖，你要减肥的话，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点菜，一点点一堆，就闻一闻，吃两口，也是逼助理吃，就是看别人吃饭变成一种享受。好惨！不是他不想吃，关键他已经饱了，一边哭了一边往那吃，吃了吃了吃了，一瞧，哎呦喂，太狠了！女人不狠，家不狠。以轩，你要不要减肥？有没有就是减肥的这样的意思？其实之前是完全不会。这种话讲了会让人生气。没有，你要说有一点点会，真的，有一点不怕。对，就是因为我妈妈很瘦，我觉得是体质。以前是天天要吃宵夜睡觉，哪怕泡面或者是，有时候吃完就睡了。你怎么一讲这个宵夜，我又想起昨天我跟她一坐飞机，上飞机然后就要问人家吃什么吗？然后我就说哦，我不用，我吃水果胶，因为我吃过了。哎，学生。我要干嘛？他说这样两个不一样，我就可以吃你的。我说哦，安宇轩呐，你连飞机餐都不放过。可是我跟你讲，好吃，昨天的那个是好吃的，好吃，因为他有一个是牛肉面，有一个是排骨饭。可是你知道那个空姐看到他就没有理我，他就是这样一直看，他说你要吃什么？然后他说不用不用，就水果就好。然后我就说我牛肉面，然后他就只要水果嘛，他就不理我，太过分了，生气到我生气啊！对，但是我又没法说。我不吃，我后来回来的时候，我们晚上到了，朋友说，哎，明道，那个我房间有好多东西，他们帮我点，你要不要来吃？我说，哦，我刚刚对台本，我现在来不及。今天早上化妆了，他说，哦，我昨天晚上对完台本，我有点饿，我又泡了一碗泡面。哇，哎，所以你知道你说什么？你真的不长胖啊？要给他食物，是因为真的东西太多，然后我又很生气，我吃不完，我觉得浪费。我都知道你点的菜，丢过去给他。哎，你们几位啊，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找那个地方最好吃的？对啊，我昨天晚上到这儿了，我不吃素吗？但是我就为了让我身边的人都能吃好，口味虾呀，我问小胖，胖啊，哪儿好吃啊？胖啪啪啪给我发过来三个链接，火，直接点餐一桌子，看起来就爽，我就看。今天我吃了土豆丝儿，对，我点了一桌子虾，我吃了一盘土豆丝儿。大众点评，对对对对，但是我会进去看评论，不是说你五颗星，因为他们有时候刷那个分儿啊，这种就是资深的吃货，而且你要收藏到的地方，我一到那儿，不是先问在哪拍，又开始刷，哎，这家可以外送，要两点的时候帮点什么东西，然后小龙虾可以送过来吧。女孩子比较会这样，男生应该不会那么。但我必须讲一下，就是我一直认为咱们湖南卫视那个酒店的饭是我吃的。对，八宝鸭。那个八宝鸭，哎呦，那个牛肉面，好吃吧？我也吃了。所以我一来就是，比如说我印象中我吃过，然后我一来我就说，哎，我要吃那个。但是你要我真的像女孩子有没有做笔记啊什么？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细心的。各位。我们接下来要开吃了，粉好吃还是面好吃呢？一直成为备受争论的美食话题。接下来我们就把各地的粉面担当两两分组，进行正面的味道对决。有请中华各地的味道担当，南粉北面当家美食灿烂登场。谢谢，有福气啦。
的第三代继承人，也是王旦记的老板娘。大家好，我叫李恩涛，是王旦记陈村粉的行政总厨。陈村粉全盛九十年，耶！大家好，我是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海源中餐厅的厨师长孟永生，美食是我一生的追求。大家好，我叫王军红，凯旋灭档主厨，谢谢。北京凯旋炸酱面当属京城独一份。我叫李梅，我妈妈做的饵丝全腾冲人民都爱吃，腾冲饵丝甲天下，好吃当属李嫂家。大家好，我叫张若明，来自陕西西安，我是若明七仔面的品牌创始人，风雨几十年做好一碗面。若明七仔面聊咋了？大家好，我叫张长朝，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是有名岐山面的第四代传人。接下来我也准备跟我父亲一样，风雨几十年，继续做好这碗面。有名岐山臊子面，香辣酸爽，吃不厌，吃不厌，耶！大家好，我叫黄正，来自美丽的洞庭明珠，湖南省常德市，我是金氏牛笼子粉馆的第三代传人。大家好，我是金氏牛笼子粉馆的老板娘冯晴玉，我们家的牛肉粉真材实料，好吃卫生，一直被模仿，自愿一次必模仿，明显从未被超越。大家好，我来自麻辣之都重庆，我叫高伟，大家都叫我胖妹儿，我的任务是负责挑面。大家好，我叫高亚，我是高胖妹儿的妹妹瘦毛儿，负责出钱。大家好，我叫邵伟，我是胖妹儿的老公，我负责挑味儿。重庆高胖妹儿面的味道巴适很喽。有热烈掌声，有请他们上场。耶、首先是老北京炸酱面，还有顺德陈村粉。顺德北京顺，顺北京顺，北京对。前面进来，要有五龙五狮一起哦。是我们来自北京的，来自北京。咱们向咱们介绍一下，咱们北京这个有什么讲究？为什么这么好吃？炸酱面哪儿最棒？炸酱面就是我们北京香港马会凯旋中餐厅的面最好吃。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长在皇城根下，我、从小就吃炸酱面。看出来了，这体型。从小吃炸酱面，从小吃家里的老人做炸酱面。从小吃家里的老人，颤抖的手。不，从小吃家里老人做的炸酱面，那个手都是抖出来的面。吓我一跳啊！十几年以后，我就制作出自己的炸酱面。哎呦，我首先问几位，吃过炸酱面吗？没有人没吃过炸酱面。吃过。炸酱面一定要就大蒜。哎呦，对，会吃。要齐吃过吗？其实是我比较少吃面食。为什么？我很怕长胖。不了，今天我们讨论长胖，把我给惊到了的话，我能全吃完了，我觉得你很牛。我跟你说，我们那炸酱面，你吃完之后，明天枪毙都值，特别的好吃。这面太好吃了啊！好，李轩吃过炸酱面吗？我之前在北京小店吃过，那我觉得炸酱面呢，一定要趁热赶紧拌开来。你没有赶紧拌开就坨了，糊的一坨，就没有办法每一根面像肉酱都得在上面，就很重要。对，所以我打包的时候我一定让助理打包面干嘛？你抽了？送到。
到我的面前就凉了，我让助理要到厨房告诉那个主说拜托先拌了，一定得拌好。哇塞，哎，然后再用保温瓶啪一热，夸，你一个月给你助理多少钱？助理助理能干的事太多了。听说安以轩找经纪人助理最低条就是要会做饭，会做饭，会做饭。明道，你吃过炸酱面吗？吃过，那肯定的。刚到内地的时候，在北京工作什么的，就是炸酱面嘛，烤鸭嘛，这肯定要吃。对对对，觉得怎么样？做的好，其实是要那个锅的火气的那个肉酱的那个味道，是吧？锅讲究，我要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一碗炸酱面是蔡澜先生私房推荐，哎呦，对不对？蔡先生是我们所有吃客心目当中神级一样的人物，是蔡先生到北京必去吃这一碗炸酱面。接下来几位开始坐着，赶快赶快啊！来，好嘞，迎春。嚯，来，陈春粉，陈春粉，哎，你往中间，你往中间，往中间，往中间，玛丽就直接跟人跑了，直接闻着香味儿就哇塞，你别着急，大家都说啊，食在广州，哎，厨出凤城，哟，凤城就是顺德，全广东最厉害的美食。都在顺德，顺德说这个人特别喜欢凤城人哈，就是他们凤城啊，陈村粉呢，双皮奶呀，大凉崩沙，双皮奶，哎呦，伦教糕，哦，都是出自他们的，全部都是。李先生做这个粉做了多长时间了？做了十几年了。十几年了。您做了多长时间呢？那个老板娘，我也做了二十多年了。做了二十多年了，您是第几代？我是王旦系的第三代传人，第三代祖传手艺哈。我觉得她好漂亮啊。哎，谢谢。什么这位吧？我家的粉更好吃。你说他人漂亮，他就我家粉更好吃。说明他们家粉养颜可能是。对，您是打小就喜欢吃这个陈村粉？是啊，因为我土生土长的陈村人嘛，从小就爱吃这个陈村粉了。每天排队。是啊，以前都很多人的。那为什么这个粉那么好吃？因为它又薄又软又透。又薄又软，跟叶子面膜一样。叶子面膜，超薄。可是怎么样才能做薄呢？就是你挑那块面比较害羞，它就薄一些，是吧？这不是脸皮薄。对。那你跟老板是怎么认识呢？就因为他家在我们本地是很有名的一间小吃店嘛，以前呢。那我小学的时候呢，就路过他家门口才到学校嘛，就每天就。必须吃碗粉才去上学。哇，他就说啊，你就是不是看上我的粉才看上我的人啦，这样啦。哎呀，先看上你吧，所以也是阴魂结缘。这个哎，很浪漫的一个故事。对，他小的时候读小学，村里面有一家非常棒的小吃店，每次上学之前要到那家小店排队去吃一碗米粉。对，长大之后直接嫁给粉店老板，然后多少年粉钱全都给赚回来了一下。你看您脑子里想的跟什么似的？就是，你现在自己都不吃别的东西，都只吃自家的粉。每天都要试一下吧，因为我要保证那个质量嘛。如果东西不好的话，肯定不能给客人吃啦。最重要是因为做的专注嘛。哦，他漂亮的秘诀就是因为吃粉。哎，接下来这边，蔡先生的私房推荐的炸酱面。这边是最牛的陈村粉，开始烹饪。好不好？好，吃起来，吃起来，坐起来，我们吃了。现在开始做了，那边开始做了啊！准备了，准备了。蔡先生呢？我们来看一下。切黄瓜。哎，这个是必须得放黄瓜的吗？黄瓜是肯定得放。我最爱放的是蒜汁儿，对，还一般还会放白菜，但是我不喜欢吃黄豆那些东西。我也不喜欢吃黄豆。正宗炸酱面里都应该有这些豆。过去是吗？吃多了会。不能站到前面。对。但我总觉得什么都。我想哇，切那个黄瓜丝儿，这刀工了得，这刀工好像正常啊。会切的都会说一下嘛，就这么说一下，这么说就这么说。哎呦，兄弟美，你能切吗？哎，来，出来好。我喝。咱玛丽姐是个贤惠的女人，现在什么都不会。兄弟美的女人，兄弟美啊。哇，当心啊，当心啊！第一刀下去了，哟，是吧？这刀工真的不咋地啊。可以，这刀工可以剪掉。玛丽毁了，毁到我们节目了。没事儿，待会儿切丝儿就厉害了，切丝儿就可以了。哇，哎呀，小心啊！不要为了节目效果失去手。哎呀！哎呦，真可惜，怎么手没断呢？哎呀，你看，不要，完全不要。这段可以切了。你看人家，
也跟你差不多啊，差不多，差不多。紧张，那个特别硬。但是师傅切的每片一边薄，对吧？哎，一边薄一边厚，不经夸，不经夸，刚刚说完就。不能夸。吃着炸酱面要这样就着这个大蒜啊。是的。葱葱大葱大葱，先坐着。好嘞。炸酱面练的都是硬功夫，面条刚柔相济，宽扁相宜，五花肉切丁与黄豆酱熬成上好炸酱，加上七八个配菜小碟众星捧月，一碗好吃不普通的炸酱面就打完收工了。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 提醒您稍后看点。怎么样，安以轩？你这样子，下一个我们下不了。马丽姐今天在天天向上要破纪录，厉害了！天天向上合作伙伴，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下节更精彩。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来，我们这边再开始。哎，等一下里面会放咖喱吗？会放咖喱，咱们是可以选那个料，对不对？红豆啊，红豆，哇，还有咸的粉。哇，韩哥，韩哥，你看那边那个原始粉，哇，好薄、啊，真的很薄，真的，我想像我们在敷面膜，你知道吗？就是面膜的样子，你看，就是面膜，面膜，那不敷一下，边敷面膜边吃，真的好薄，好薄，特别薄。但是你要不要做一片我们看一下？哎，可以。不是，明道是专门做美食节目的。哎，看着就不太行，这个好像放了以后还要懒。哦，要摇，啊、对，这样摇一摇的，红包摇均匀了才放锅里面。哎，哎呦，有了哟。有了又没了哟。对，那摇成一个，那个力，一会儿人字形、哎，一会儿大字形。等一下就走的不均匀，一边吼一边往。来，我给你急了。杠上了，太少了，这样我切太少了。好了，对不起。来，那我也可以，那我。来，你看，明道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是这样，不努力不知道什么叫绝望。来，放那就马上放了吧，等一下就走了。哦，可以了。哦，还在。有啊，失败了，太匆忙了，你太匆忙了，是啊，要把它满溢一点，均匀一点。什么叫做木下、啊、什么时候能吃啊？这样盖子就行了。四条甜品啊，哎呀，有点饿了，我的个天哪、啊！这个牛咬起来了，哦，那边做好了，它跟摊煎饼是一样的。这个炸鸡蛋，要把它扯下来，煎饼卷儿，可以、啊。哎，跟拿一个盘儿的劲儿的。道哥可以啊，道哥，道哥穿上，破了，穿上它，敷点上面、啊，道哥拉皮儿，放这个浪干的，道哥拉丝，因为太硬了，道哥拉皮儿、啊。陈村粉的奥义是薄、软、滑、爽，粉皮因充分汲取美味汤汁而变化无穷，牛腩、咖喱蟹，就连甜品也能轻松驾驭，让人瞬间路转粉啊！好，这样大家坐，来，哥，这边炸酱面也得了啊！明道，韩哥，宇轩，大张伟，马丽，我呢？炸酱面，没有你，你是裁判，你在这儿，韩哥，你坐在这个上面，我凭什么坐这儿？谢谢，小蛮，把小蛮叫上，小蛮，来。小白还在吃，在吃，我的天，还在吃，会做吗？会做，人都20个月了，来，宝贝坐进去，先吃，你看，他好像嘴巴从来没有停过，小白的嘴从来没停过，坐好，请几位资深的吃货做好准备，首先是北京炸酱面和我们的陈村粉。这应该是你们做过的最开心的节目吧？对。但是这是我做过的最不开心的节目。海哥，你不吃啊？那个，我要保持身材。保持身材。哇，来了，第一碗，要齐，赶快办，要像对，赶快办，对，赶紧办。芥末墩儿，据说是老舍先生招待贵宾的吃的。赶快办啊！但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接下来还有几家
特别是还有我们重庆小面，你们都要等到齐。我跟你说，我想要刚那个大葱，大葱油，大葱油，先拌好，先拌好啊！吃完以后给评价啊！哎，我觉得我妈要开饭馆，应该能卖得更好，就是真假的？更好，给这宝贝儿，着急了，着急了，好，好，玛丽。他不能吃辣的，微微有点咸，咸口的，对，咸口。好，峰哥，我觉得玛丽姐切的这个很好吃。翠儿啊，来那个明道，这个就是我刚说的那个炸酱的那个锅气，非常好。虽然有一点点咸，但是我觉得它咸中带一种甘味。哦，带一点甜。我觉得带一种甘甜的味道，我觉得很好吃，很鲜的。我刚看了，我的酱刚刚好，我的酱比较少，所以不咸，很好吃。好好，我提醒你，我提醒你，等一下还有五家啊。下一口就好。好 ，OK。大张伟，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在北京如果夸一个人炸酱面做得好，最大的夸奖就是说做得跟家里做的似的。嗯，这就做得跟我们家里做的似的，特别的吧。就特别有那种家里一块吃。如果说您母亲出来开家面馆的话，应该能跟那持平。嚯，我妈做的还挺好的啊，对，家里做挺好的。好，耀奇，觉得很好吃，尤其它的配菜。你就是配菜宝。配菜特别好吃。好，各位，请记住我们北京炸酱面的味道。接下来要为大家上的是陈村了。各位，要吃咖喱的还是什么的？咖喱的，咖喱的，牛肉，牛肉，我要牛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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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喱的，那个牛肉特别棒。我点咖喱，你点牛肉，不算你们两个喊。然后你吃我咖喱还是牛肉，然后交换吃咖喱牛肉。好朋友，好，哇！哎，都不要动，大家不要起身，大家你不好。我的天哪！我要多一点汤。各位，每位有一小碗咖喱，一小碗牛肉。多一点汁儿是吧？这还是一个叫做减肥的人吗？还多一点汁儿，还有配菜，我的天哪，疯掉了，疯掉了！这不要太好吃，咖喱的，哎，咖喱的要不要给你们多放一点点？咖喱是那个螃蟹咖喱，要多放一点啊！哇，这是什么东西，老板娘？红豆的那个。红豆加鸡蛋花，我要吃那个。每人只有一个，我要吃十个。这台湾老爷们已经疯了。不是，我喜欢吃甜的，我很喜欢吃甜的。我也爱吃甜的，我。每位只有一个啊，但是小蛮可以有两个。该你的给我吧。好想来吃那个人哦。哇！哦，上来教去了。老板娘，哎，你好，你好，来上，哎，上菜，老板娘自个儿上来了，太棒了，你没上，自个儿，老板娘上上，好，来，我帮你拿，哎，我来跟他们多放一点汁儿吧，来，我帮你呗，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哇，谢谢韩哥，这么幸福的节目啊，哎，你服了，道哥可以啊，一看就知道加椰汁，道哥是道上的人，我现在可以让助理先去买那个外带。那个保温锅吗？是李师傅自配的，他们店里的特有的冰品。冰品寒凝心，好漂亮啊！这个其实搭配是很重要，每个人先喝一点点，先喝一点，喝一杯。有点像酸梅汤，但它加了汽水。对，酸梅。好，接下来红豆鸡蛋花小甜点。哎，这个花也能吃吗？能吃，能吃，都能吃。那杯子也能吃，那玻璃的都能吃。盘都能吃，都能吃。这桌子，这桌子都能吃。真的话，像做出来的花。不，鸡蛋花。就像这样，真的。对，就像云南可以吃很多花是一样的。哇塞，明道！哎，要淋一下了更好吃，连那椰汁一起。太好吃了！哇，明道的，明道用椰汁，它那个上面是椰子汁、椰奶，对不对？椰奶，咖喱里面也加了椰奶。峰哥怎么样？峰哥怎么样？太香了，太香了！拿个筷子夹在中间，然后把那个椰汁汤咋样？把那个粉的淋一下，然后味蕾初恋嘛，要把它沾满。有，它沾满了。快快，以轩，我相信你，快！那个椰奶很香很香很香，对，它底下有那个椰子汁，对啊，椰奶很香。我相信你，以轩，我相信你。还有现在嘴巴里面有花香，一定要把椰汁送花一起吃，味道是对的，特别像那汁水，不是嚼那个
韩哥，你吃一口啊！我不吃，我不吃，我要折磨自己。还有啥？我做完节目之后，我要去屎，屎不活了。接下来，牛肉粉，牛肉，我这一块是牛筋啊。好，明道应该先吃牛肉，要不然味道很差。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旁边要有一点韭菜呢？配菜，配菜，因为韭菜配粉是最好的搭配。他的牛筋炖得刚刚好。哎，孙耀奇，你不能首先上来就一口汤啊！你这丫头。给一个，他这个牛筋炖得刚刚好，特别嫩，特别。哎呀，你们太坏了，不要跟我形容这样的。我跟你说，吃完这块牛肉我都韩哥，你看看这粉啊，透明啊，我天哪，什么叫透明？明明赶快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他这个牛肉汤底简直炸了，哇塞！怎么样？就是炸了吗？就是感觉哇，吃完之后真的好吃，就感觉为什么活着？他这个牛肉汤，是这些好吃牛肉汤炖得很脆。宇轩，我觉得我吃完粉吃完可以再给我来碗白饭，还要来一碗白饭。没，我觉得粉好吃，很好吃，很好吃。不是，就因为这个在里头，这个牛肉酱底，哇！我希望时间永远的停留在这一刻。好香啊！我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咖喱怎么样？太狠了，这个超棒！我等一下吃，我等一下吃。我看我能不能够活到等一下。他的牛肉的粉跟咖喱的粉是不一样。各位，我们把镜头盯到小蛮这里，来看一下可爱的小蛮。哎呦，你来一碗小面。他那碗面已经吃完了。吃完了。这是他第二碗。放到嘴里。小面有他的想法，拿走看他是。他有他的想法。拿走那个。好像他喜欢刚才的那碗面。他喜欢炸酱面，哇！小蛮喜欢炸酱面，妈妈也在呢啊！小蛮，他每天吃这么多，排量怎么样？排量是1.6加 T 的，我所以他比较喜欢炸酱面。好，各位，接下来请亮牌，到底是喜欢吃刚才的面，还是喜欢吃现在的粉？首先，孙耀奇小姐，粉，大张伟。没辙啊，要回去的。对，虽然说粉真的省点好事，然后但是这个面，就是说北京的就一定要吃北京炸酱面，对不对？北京炸酱面啊，你一定要吃。好，啊、接下来安以轩小姐，首先一个是蔡澜先生的私房面，是你绝对的男神偶像。对。另外一个是让你好吃到无以言表的陈村粉，粉还是面？要不让你助理，让你助理帮你举呢？粉，爱吃粉。OK， 粉还是面？就因为那个红豆的，让我毫不犹豫的投向粉的怀抱。到底还是不算怎么说，是他们那幺蛾子多，幺蛾子多，是不是幺蛾子多还弄什么红豆？玛丽，作为一个北方的姑娘，粉还是面？粉。对。哎，这边说理由。因为我觉得，这位姐姐特别的用心思，无论是喝的还是甜点，还有这两个粉，完全的让我吃到想哭，真的一点不是夸张。哎，真的，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你碰到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入口啊，真的想哭，太幸福了，就感动了。我吃麦当劳就吃出我眼泪了，哭的。哎呦，你品味太好了，这是你家乡的味道。吃的东西啊，我第一次吃汉堡的时候，有时候哭完会想吃。对，吃完一边哭一边吃。前锋，粉还是面？面，说理由。不能说完了啊。你这个不是，其实北京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我在北京奋斗了7年，北漂嘛。但是没什么成就。这一碗炸酱面，对我来说找回了当时的一些记忆。你在这边7年，在长沙多少年？在长沙八九。八年呢？你是粉还是面呢？还是面，因为炸酱面真的就是属于面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全世界闻名嘛，对吧？它十大面种之一，十大面种之一。好，我们这边应该是面。小蛮从头到尾都在吃炸酱面，所以喜欢面的一位、两位、三位、喜欢粉的4位，所以粉在这一轮略略领先。接下来我们要持续的刺激广大吃货的美食，是来自云南腾冲的饵丝和陕西岐山的臊子面。
类制作的食物呢被统称为饼，米类做的呢叫做饵。我们这次前段时间呢到腾冲去录了节目，然后最好吃的这个腾冲的饵丝就是李大姐，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冯姐，李嫂，饵丝呢在腾冲地方是非常非常出名，拜了二十年，二十多年了，从开摊的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二十年，生意一直好到爆啊！为什么生意那么好？这是我一双手亲自做，每天从早到晚的做啊做，都是我亲自管理的，都是亲自啊，一切都是自己创业做好的，亲手做。而且呢，腾冲有一个独特的美食，我要告诉大家，名字叫做大救驾。明朝时候那个永历皇帝嘛，去过你那儿。他到腾冲逃难，翻高黎贡山的时候，他翻高黎贡山的时候，高黎肚子饿了，没东西吃，肚子饿了，咕咕叫，咕咕叫，咕咕叫，我杨过也来了，咕咕咕咕咕咕，杨过，咕咕，说着把他胳膊端着面啊，那意思他什么也找不到，就到了一个农户家，农户什么也没有，他就给他炒了一碗茶儿块，茶儿块，他吃了之后他肚子饱了，满身鼻涕就出来了，从那时他就起了一个就叫大救驾，救了他的大驾了，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大救驾。腾冲人是任何时候都吃饵丝啊，每到每个节，特别是过年，八月十五，八月十五幼儿园，端午节这三个节必吃饵丝的，逢年过节都要吃饵丝。对，就结婚的时候要吃，生病的时候要吃，什么时候都要吃，小时候要吃，老了也要吃。他的女儿啊，李梅，是高中语文老师。那您退休了，他来接班吗？他做老师啊。我现在呀，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李梅愿意还是不愿意呢？我愿意。因为我觉得妈妈的手艺特别好，如果我真的把这个给丢下，那太可惜了。可惜了，因为当地人每天都等着吃这个妈妈做的这个饵丝。那接下来我们先请李嫂去准备一下，好不好？啊，给大家做大救驾和饵丝，来，有请。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臊子面。臊子面，显人，显人，显人美得很。老大，那咱们这个臊子面为什么名满天下？为什么叫做臊子面？上一首故事的话呢，西周时期在咱岐山这个地方啊，西周啊，西周周文王，周文王啊，人家是明代，这位是西周。渭河里面啊，啊，出来一条蛟龙，蛟龙，蛟龙出海，这个蛟龙就是兴风作浪。然后让这个杀在这个黎民百姓，对，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哪吒的故事就是从这儿来的啊。然后后来呢，这个周文王就是当时在西周地区嘛，就带领他的士兵，就一块过去讨伐蛟龙，大战了三天三夜，带了好多士兵，带了好多士兵，士兵过去，终于把这给斩杀了，制服了。然后就是把这个蛟龙呢，就做成了这个肉丁，做成肉丁以后呢，跟这个汤面就弄到一块儿，然后犒劳军师，犒劳百姓，然后后来就成了臊子面。他们老张家做面的手艺是祖传的，往上数三代都是做面的，而且呢这个爷爷做的面当时开面摊，红白喜事全都是都有，都要吃臊子面。张厂长，张厂长，张厂长，张厂长啊，张厂长今年24岁，第四代传人。本来是西北政法大学学法律的，现在回家做臊子面，做臊子面。为什么这学律师的要干这个？这个成绩不大好，肯定是成绩不好。发型过油。西北政法出来以后，然后就去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去实习。哦。然后在那个地方实习了两年，家里因为电子商务这一块方面的要拓展，电子商务。那你就回家来做。因为家业大了嘛，来回家来做吧。然后那我当时想，那好呀，那每天抱个手机到处去旅游着，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了。结果发现被骗了，做餐饮真的是非常辛苦啊！好，接下来是这样的，赶快做起来，人家已经差不多了。好，咱们都输给人家，加油了！来，臊子面开始。好，接下来腾冲的饵丝，我们来看一下，这已经快出锅了，这就可以了。现煮现捞，现煮现捞。来，各位吃肥肠的请举手，把手拿上，手搓一遍。还有什么排骨？有排骨，还有呢？还有什么呀？有没有甜的？有没有甜的？那个四的卤
红豆甜的，不是哪有、哎、砂糖可以。哪个是你们最热门的呀？就是这排骨跟肥肠。那我要就排骨吗？我要肥肠加排骨。好，玛丽要吃肉了。玛丽开戒了。玛丽来就说我要吃素，但是一看到肥肠，今天可以不吃呀。开戒了，我。你知道我之前为了减肥什么都不吃，我有一天晚上坐在床上哭，我真的，我觉得活着都没有意义了，真的就是什么都不能吃。哎，我跟你说，一切啊，你说活这个字怎么写？对，舌头的舌、加上三点，三个点。活的意义就是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聊点有趣的。哦，这才是活的。掌声鼓励一下，厉害了。三点，老板娘，一会儿给我一个大份的肥肠。我跟你讲，哎。吃肥肠，吃肥肠，因为我在他们家吃过。嚯，韩哥，你是哪个？你其实都已经尝过了是吧？我前段时间在重庆做节目嘛，每次。这是安以轩的吗？啊。哎，我们要不坐好吧？坐好，然后等着吃。玛丽是全部都要肥肠吧？我不要排骨，我只要肥肠。腾冲饵丝过水即熟，口感柔中带韧，盖上一勺无与伦比的帽子，佐以云南特色鸡枞菌和咸菜，香气四溢，堪称一绝。我的天哪！就喜欢吃细的面，这是什么节目啊？岐山臊子面，面条筋道，口感光滑，臊子汤里包罗万象，酸爽开胃，辣不烧嘴，汤多面少一块提，就算是最挑剔的饕客也大呼过瘾呐、啊。韩哥，我们这边臊子面是用切出来的啊，炸刀切的，他那个大炸刀，你来炸一个，炸一个。这个刀沉不沉？这是祖传几代的。他要靠在那里，对对，能够。对，哎，你闭着眼睛也能弄吗？他不行，别开玩笑。有人怀疑他们家是机器做的。结果他就故意切的大小一样。这个我们能试吗？是吧？试一下，当心点儿，小心点，小心点。你别糟践人家的东西了。乱切了，乱切。这切宽就成河粉了。有，这下有，有，这下有。手工切的，有个这么粗的东西，挺好，可以。哎，那边李嫂还在炒什么东西？大救驾，上坐，大救驾，大救驾。腾冲特色大救驾，西红柿、鲜肉、鸡蛋、辣子、青菜和饵块的热锅聚会，色彩鲜艳，口感软糯酸烫，抵过皇家万千珍馐美味。谁的这么大一碗啊？这可能是明道的吧？就那个大碗，我怎么听到我的名字？我说那么大一碗肥肠的，大一碗的就是我的大救驾嘛，对不对？这个一定要趁热赶快拿到他们趁热吃，先给安以轩跟明道上。哎，你瞧旁边的小朋友，肥肠，嫉妒的眼神。你看这个小朋友嫉妒的眼神，说你怎么会这样子？我们要动嘴之前你就该动嘴，怎么样？怎么样？安以轩，你家有个男的，我会嫁过去。你家有个男的，我会嫁过去。我的天哪，已经好吃到要嫁过去了，太好吃了。玛丽赶快一顿肥肠，你的最爱，太好吃了。好，玛丽姐今天在天天向上要破戒了，厉害了。天天向上的节目是有多么有魅力。你弄点肥肠，你相信我们，太好吃了。当然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你这个吃多了可以了吧。哇，咋样，姐妹？太好吃了，不要怪说。你也嫁过去吗？不是，肥肠入口即化，有那么好吗？以身相许的都。这道哥会吃的，他先喝汤，汤怎么样？汤头，汤头就是厚、重、黏，因为做菜都知道，叫做唱戏的腔，厨师的汤。你先讲，因为他是辣的，小蛮就一直看他。那个小蛮的眼神，他就哭了。那你聊什么？先喝汤，先喝一口。先喝汤，哎。这个感觉就对了。我希望再给我加点肥肠。哇，这个玛丽姐一破戒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玛丽自己端着碗说，可不可以再加一点肥肠？
这个是对美食的最好的一种褒奖，对，对美食最好的一种敬意。峰哥还没有吃上呢，没有啊，跟我把机票改了吧，咱俩估计走不了，留下吧，留下吧，你看都已经五点了，留下来。是的，峰哥尝一下，真的假的？玛丽，你真的假的？感受一下，怎么样，峰哥？仿佛吃到了大姐的爱，大姐。大姐的爱、哦、大姐的爱，排骨排骨排骨，韩哥，你让我怀疑他的排骨是先炖过或者什么再炸，那先卤再炸，先卤再炸，对不对？我们在腾冲啊，真的天天啊，每天都必须到他们家。我的天哪，大家注意一下玛丽她在干什么，自己拿瓢了，她都好。接下来臊子面来了啊，宇轩，臊子面来了啊，别忘了，待会我们还有重庆小面跟了不起伟大的京式牛肉粉。臊子面讲究的就是油要那么厚，对不对？然后还有它的酸味很重。这个应该可以，这个应该玛丽喜欢吃的。咱们这个臊子面，像现在的这种嘉宾们的吃法啊，在我们那儿叫做一口香，就一口面。那在我们陕西呢，就是很地道，很讲究吃这个。在我们店里的记录是一个人一口气吃了43碗。对，可以。天哪，40多碗呐、啊！它的面特别好吃，它的面的嚼劲我喜欢。筋道嘛，自己对，真的是。我就想要把青菜臊子面的，就这个的面、这个、配上它的排骨跟它大肠，这就完美了。我这就是这样，你把两个结合，对啊，就是把它跟它。那能合不了，大救驾来了，这个也厉害，香吧？香的，它会有点像平常外面吃那种炒年糕，但它因为切的片特别好吃，对对对对对，年糕有时候太粘牙了，它又不油腻，对，不油腻，好吃。你一闻它这个锅子的味道，锅气。锅气很好，锅气炒的很好，这个面片的咬下去的质感非常好，非常黏糯，这个质感好吧？这应该就是我们在全中国挑的最棒的粉和面，不虚此行。好了，各位，接下来请举牌了。首先，请一直在那嘬汤呢。哦，所以说要请小朋友，您。真的是让我惊呆了，面让你惊呆了，做的不像面，像粉的味道。所以你到底是芝士粉还是芝士面？是面粉，芝士像粉一样的面。对，好，大张伟，我吃粉，因为人家是家里祖传的，又救过咱们以前的这个皇上。对，然后就咱们作为这个子孙呢，一定你是大子孙，对对，一定要就是说那个遵守传统。巅峰，我支持那个臊子面，这个面。它有讲究，那个大刀我喜欢啊，你是怕那个啊？然后我这个人喜欢酸口。明道兄，哟，这一轮面比较厉害了啊！哎呦，那个粉的上面的这个肥肠啊，能让我一个坚持了半个多月、快一个月吃素的人破戒。破戒了，所以我选择了粉。好，现在是三票面，两票粉，现在比较关键了。安以轩小姐，粉还是面？面还是粉？我面粉啊，我是面粉，你是面粉，一定要选择一样，两家都签下来，对，都开到横店。所以你的选择是大肠鱼粉，还是被粉上的那个大肠给征服了啊？这边还有小蛮，这边小蛮，刚才三个里面最喜欢的是这个面片儿。哦，所以他喜欢的应该是粉，决定的一票。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恭喜我们的这个腾冲尔斯获得4票。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接起来就是我们家乡的了。Yes. 哇，说到吃米粉，湖南人都会说京式牛藕粉。牛藕粉里面有个最正宗的就是牛东子，只此一家，别人都是盗版，对不对？别人都是模仿，有人模仿我的脸，有人模仿我的粉，特别是牛东子，他的那个麻辣牛肉。哇，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麻，当然说到麻，就不得不提我们的重庆小面。重庆小面、重庆小面据说是你最爱吃的。行，还是特别好吃，第一回吃时也是感觉这个世界上活着真好，这种感觉，活着有意义。对啊，就是被那一碗重庆小面。前锋峰哥，哎呦，每一次去重庆都会吃小面。所以你是选择粉还是面？吃了再说吧。吃了再说是吗？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掌声有请重庆小面和京式牛肉粉。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超人气拍照手机欧阿九提醒您稍后看点。说他是你家儿媳妇，养得起吗？这个蹲粉蹲粉，哇！灵魂主持粉面比赛，直播下见海峡，挑战88碗。
天天向上合作伙伴，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下节更精彩。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掌声有请重庆小面和精致牛肉粉。举贤不避亲，哎呦，先聊重庆小面，没错，自家人啊。重庆小面少正味，糟糕！你做重庆小面做了好久了？20几年呢。重庆小面是特别有江湖味道的。嗯，一双筷子，一碗小面，一张小板凳，坐起来就可以开针。对，重庆小面为什么这么好吃？为啥子？因为够辣够麻。够辣够麻。够。其实在这里我要说一个小插曲。我最近两天呢，有一个特别好的兄弟去重庆旅游，去了他们店，特意吃他们的小面。哦。结果门口贴了一张告示，说对不起，我们受到天天向上的邀请，参加节目，所以闭店3天。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像一个面馆呢，真的是很难开分店的，是因为师傅就这一位，他不可能四处去开，没错，要保证这家店味道的绝对之好，是就只能守在那个地方，对，就本家一走就本就没生意了，彼此叫旁门，对不对？旁门，你在这工作了好长时间呢？你工作了20几年，我都哭了，20几年了，都哽咽了，你20几年就是有没有看到过那种专门想吃面条就是坐起飞机到你们那儿去吃的？有，就是那个法国的，他过来吃我们小面，法国的，还把你香水拿来给我调辣椒油。你看，人家有一个法国的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小面，然后用法国香水去换他们家的辣椒油。参加活动之前，辣椒油撒在身上，哇，浑身一股小面的味道，太爱那个味道了。高纯云，你在那个馆子做了好多年呢？10几年了。他是旁门，你是老熟门。熟门啊！你每天吃不吃你们自己家头的面条？我每天要吃好几碗，但是吃的手长胖。哎呀，他面多辣的，嗓子都坏了。你刚开始去店里头多重？80斤吧。这80斤？八十斤。现在呢？现在呢？80斤光一条腿吗？还是说两个了？两个80斤，两个孩子了，160斤，平时说我算了个胖妹儿，算了一个胖妹儿，一个抵俩。听说你们那里有肥肠？对，弯都弯了。我们后面的几位女孩说了，哪个家里头有肥肠，哪个家头在他们心中都是排第一。我们的肥肠糯叽叽的，非常好吃。他们的肥肠糯叽叽的，糯叽叽的，鼓起来。好，接下来这两位，这个是我们湖南人心目当中的神刘龙子。但是为什么您姓黄呢？啊，我是第3代传人，我父亲是跟刘龙子学的徒。哦，刘龙子没后人。刘龙子，你听得到那么高的声音？老婆骂我的时候就听不到。老婆骂的时候听不到。老板来喊起混的时候就听到的。为什么刘龙子的米粉那么好吃？最主要是我们是汤比较鲜，汤比较鲜。汤特别炫哈，炫酷，炫酷的鲜鲜。我们常德人很鲜很炫啊，炫。我们常德人说酸也叫炫炫。那这个汤很鲜，里面加了一点醋，很酸。那个汤很鲜，加了点醋，很鲜。轩轩的，轩轩的，叫我吗？轩轩的，轩轩的，轩轩的，轩轩。那个彭大姐呀，17岁就在刘龙子那里打工，然后就留下来了，又做了17年的老板娘。老板娘，您太太是怎么分工的呢？在店里大事小事都是我老婆管的。啊，你不管事儿是吧？我就玩啊。你就是玩。有首歌嘛，叫常德的米粉是圆的还是扁的，要放点麻子，要牛肉的还是酸辣的，你是圆的还是扁的？我都行，只要是刘龙子。因为我昨天的时候还跟我同事聊，他说他经常开着车2-3个小时开到刘龙子家，只为了去吃一碗。没想到今天他怎么开车来着了，上班了，来着了，多激动吗？好，告诉你，赶快
来了。常德真式牛肉粉，采用洞庭鱼米香的米浆制成米粉，爽口且有米香，牛肉变化成原汁，红烧、麻辣等丰富的浇头，炖成一锅更是美味加成，鲜滚香辣尽在其中。炖粉炖粉，哇，太棒了！我是个蛋，粉中极品，今天炸蛋，这是牛肉吗？哇，半夜炸，你闻一下，这是什么？天哪！哎，玛丽说，哎，这里有牛肠吗？牛肠，想吃肥肠已经想疯了，那不是牛蛋，那是鸡蛋。搞什么呀？你们吃疯了吧？你们这帮人，我们的马子有哪些？原汁牛肉，牛杂对不对？这个是麻辣牛肉，麻辣牛肉，牛肉干嘛？行吗？我可以哈，拿一片，拿一片。吃了，打呗打呗，打打死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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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我也值。大老师连枪毙了都行。对对对，够。小伙子，我申请他们两个一人吃一片，女孩可以吃，女孩可以拿一片，拿片软的。嗨，导致了我手术，手术一下不就完了吗？哎呀，该吃不会有点甜的味道。哎呀，我的口水。当然是，怎么样？这是真没有袋子吗？因为我觉得。后台就打包不了。这样，节目组给我们准备点餐盒好吗？安全的助理，安全助理，安全助理，助理赶紧上来，对，上来，你给我站那，要打包了。保温盒，保温盒，拿盆儿，赶紧学手艺来。好，我们这边重庆小面。哇，那个有点黑人呐。哇，哎，我吃过有一种小面是没有颜色的。哪个打字？据说他们店是那种，你吃饭等不及要催人家，人家胖妹儿就说你可以上别人家吃去。肥肠，肥肠，轩轩已经开始吃肥肠了，赶紧。干一干，女孩她不玩，她不玩。这个是有嚼劲，刚刚那个肥肠是入口即化，没了。这结婚的婚宴就是百肠宴，好不好？百肠就各种肠，就各种。哇，这婚礼得多味儿啊！猪大肠、牛肠、羊肠、小肠。两位姑娘，他们说就是两个姑娘结婚的时候就摆百肠宴，百肠宴，对，各种肠。哎，十二生肖肠，我们人家在金银首饰，我们就挂肥肠，挂肥肠，对，哎呦喂，哎呀，那味道我都能想得到。你们办个婚礼，办个城都是骚气味儿。那你剪开还不剪开，是一串就行，一串呢就不需要剪开，不需要剪开。哇，他们还真做不上这事儿了。哎，这是我那碗那个麻那个什么麻酱。重庆小面，香料十数种，修炼美味内功，面条青菜煮出各喜各爱，素面、牛肉或豌杂，满满的都是麻辣鲜香江湖味儿。我小南几个早就来了。哎，我想问一下几位，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到点你们就会主动跟节目组联系吗？对对对对对，如果你每年都是这样，如果每年都是这样的时候，我希望今年我们现在今天我跟轩轩我们俩都已经预定了。轩轩是六七，对，六七我也预定，都要预定。好，上小面了，两位调整一下心情。好吃，够麻，够辣。爽吧，爽，真的，重庆的这个麻辣呀，爽到爆，我跟你讲。哦，赶快给他吃，赶快吃，太香了。不能吃这么辣，对，太辣了，宝贝儿。不是小朋友能吃那么辣的吗？哎，你们俩都吃一碗了，就，大张伟吃完了。这是打喷嚏，我这太辣了。真给吃感动了，我刚刚特别跟他说帮我做一个清汤的，不是这种红的，就是它颜色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就正常。哦，马上给他弄了清汤的。他就这样直直的看着我在吃。哎呦喂，这宝贝儿，我收他做我们家儿媳妇，养得起吗？这个嘴就不能停，家里这样的餐桌都被吃了几个。您可以收他当小梦梦的助理啊，因为助理可以吃所有那个。这哪个爸爸妈妈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就不愁了啊？全所有的爸爸妈妈最愁就是孩子吃东西吧。他这个就是，小胖子来了，哎呦，一下你看这母爱出来了，哇，各位，我们常德的炖粉来啦，要卤蛋的请举手示意一下，好像没有人，我要两个，我要，哎呦喂，你看这，就母爱呀，这都是，吃肥肠之前大家都不关心这孩子。吃完肥肠之后，你看，那小孩满月就是百肠宴了。反正现在结婚就是百肠宴。哎，轩，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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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京式的。玛丽，你也尝尝那个，卤蛋厉害的。这是牛蛋。你好烦哦。它的卤蛋不硬，
而且很入味。入味啊！因为有些卤蛋会硬掉，它的是粉的，我的妈！你看。对。你现在突然间想起你们家吃蛋黄长大的螃蟹了吧？这蛋黄特别像咸鸭蛋的蛋黄，粉，很粉的，然后又很香。哇！大家做完这期节目之后都可以当美食评审了，我琪琪怎么样？琪琪？太棒了！我刚才摸摸加了好几个码子的牛肉。我看见了啊，那个琪琪在旁边跪求啊，再给我来一点。没关系，再给我来一点，还要一点。现在大家可以吃一点点银耳来清清口。韩哥跟那个英式大管家似的啊，跟他吃点什么说现在可以清清口，可以什么、啊、我太厉害了。对对对 ，Happy you 嘛。好，各位，吃完以后准备亮牌了啊。粉还是面？琪琪，粉还是面？粉，义无反顾了，因为他太喜欢吃了。大张伟，粉粉粉。对。哟，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蛋特别好吃。嗨、哎，哇，那个蛋你恨不得这个盘上有个蛋，对不对？对，应该是。没事，就这么过日子吧。然后我的意思是说，因为那个蛋，我觉得能有多好吃，对不对？因为它就是个卤蛋而已嘛。对。但是它居然超越了我，因为我已经饱了，饱了的时候吃东西还能觉得好吃，那就是真好吃。对。咸丰粉还是面，风轻消免，义无反顾。但是你把粉吃完了，多好吃，多好吃！因为咸丰想向我们学习嘛，找一个重庆的媳妇。我也有重庆情节。他有重庆情节，因为我开了一家餐馆。那个在重庆，我还以为你要说我们在重庆拍了个电影，然后我还想说我们在重庆拍了一个电影。咸丰在重庆开了一家餐馆，那家餐馆的发型做得特别的好啊，欢迎大家到那去做头发。都是进去烫头的，对吧？明道，粉还是面？粉的这个料做得特别好，糖啊，牛蛋呐、啊，对，牛百叶啊。什么叫牛蛋？卤蛋。卤蛋。然后他又来了一碗，这我最爱的甜汤，这个基本上其实是赢面很大，赢面很大了。但我喜欢重庆老面。哟哦，反转呐、啊！不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刚特别不是跟他叫他做了一碗清汤，清汤，清汤的那一个可以吃出他的，就是功夫，你懂吗？就是因为它味道不重，可是它的那个花椒的那个麻的那个干香味，跟它本身汤底的味道反而特别清楚。人家胖出80多斤是白胖的嘛，对不对？对对，这都是一口一口尝出来的。好，所以你的是面，面现在是两票面，两票粉。我现在裙子越来越紧。和这一轮还是挺难做决定的啊，因为这个面做的真的很好吃，但是这个粉这家的所有的配料，上面的牛肉啊、百叶啊，包括卤蛋。卤蛋我蛋黄我吃出了蟹黄的感觉，哇、哦！特别是后面这碗银耳，就是把我之前的所有的腻全部给解掉了，很用心。粉粉好，最后团长。其实啊，第一口重庆小面真的特爽，但是呢，我一吃到这个粉跟这个蛋，我刚刚闭着眼睛蘸了一吸引我了。我听到团长，我在台北吃过这么多，也没有吃到这样的蛋。就是应该说，就是以台北来说，蛋这样子也是顶级了。顶级了，就是、5颗星。真的吗？但是如果一碗肥肠和两个鸡蛋，哦，哇，厉害了！肥肠与蛋的战争，肥肠与蛋，为什么？结婚摆摆蛋宴，还是摆肠宴？你们不懂对于吃货这样选择是什么有多残忍？就是极刑。就像是你要爸爸还是要妈妈一样。哎呦，哇，怎么要逼一个这么高级的东西？人选一个爸爸跟妈妈是肥肠跟蛋，哇。什么比喻啊！如果这一轮的肥肠跟蛋我选蛋，所以是粉。粉，现在呢是4票粉，2票面，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超级吃货，小南有他自己的，真的有自己的观点。他很纠结，这次他看这碗，他一边吃一个，一边吃一个。虽然现在他只剩面了，但是他一直会偷瞄那边的粉。哦，所以我们认为他喜欢的还是粉。所以在这一轮胜出的是我们的金氏牛肉粉。哇，太棒了！我们在这里要感谢这6家美味无比的粉面当家，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吃的。今天代表的只是我们场上这几位吃货自己内心的感觉。但是天下的美食何其多，如果一定要说最好吃的，还是家乡的味道，爹妈做的味道。是的。最后，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我们的粉面有多么的好吃，我们最后请上一位了不起的吃货，吃货中的战斗机大胃王，他要来挑战。一次吃88碗粉和面，我们掌声有请栗子君。啊，为什么？真的还假的？这个人已经疯了。真的？哇，不可能！88碗，不可能！不可能的。
我吧。李子君站到中间来。栗子君在我们第一期龙虾节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大胃王，对。但是做完这期节目都很多人质疑他，为什么？不相信呢、啊？只吃了一碗面当时，但吃的很快，没有吃饱，就没有吃饱。哦、所以今天他做完我们的龙虾节之后，他又去吃了臭豆腐和八斤米饭。吃了多少臭豆腐？吃了138片。138片臭豆腐加8斤米饭，现在来自全国的美食不断的邀约他，都接收到了哪些邀请？湖南卫视的《真相大求真》，嗯，央视也有两个，都是人体奥秘类的节目，然后招待需要探索你的奥秘。今天上节目带了什么样的愿望？吃面，吃面。他带着空空的胃来吃生日面，因为我们天天向上80年，所以他今天要挑战88碗饭和面，请坐。然后严宇豪要挑战他，好，来吧。你看今天上面，宇豪你真的豁出去了。我刚才一直在看，终于有机会可以吃了。好，他们这里呢上86碗面，另外2碗面呢，我代表天天向上给你们两位，包括现场的朋友煮一碗寿面，龙虾寿面，好不好？韩涛叔叔，韩哥的面是出名的，秘制私房家祖传。我觉得找老公啊，就应该找韩哥这样，对，关键又细心。韩哥除了做面会洗大肠吗？洗大肠，我可以把自己洗了。这边吃上了啊，这边88碗。你刚才有吃东西吗？前面？哎，没事。饿了多久啊？不久，没事。天都没吃吗？一整天。明道就喜欢看人家，他刚问你愿不愿意嫁给他，你怕把他吃垮吗？韩哥带来了他的秘密武器，对，韩哥的一个秘制辣椒酱，韩哥家里面做的，听说过没见过。今天听说要做4碗面，韩哥整整带了多一小瓶，一小瓶，带了少半瓶，留点，我整个瓶子可以带走。然后用水涮着进去。韩哥之前做过一回青椒面，青椒炒肉面，对对对，炒肉面，你还记得青椒炒肉面？韩哥还煮过那个蒜香面，不是那个葱香，葱姜，拿点来搅一下。我不会做饭，但是我每回做完的饭，他们都是豆干特别好，而且我参加美食节目都赢了。真的假的？我作弊吗？我就哎，作弊是应该的呀。然后韩哥待会儿烫点青菜，把那个青菜叶烫到里面。伸出你的双臂，拥抱88碗面。宇豪，你想好了吗？当然了。录个节目这么拼吗？我中饭没吃。你中饭没吃啊？你这辈子的饭，应该今天就都可以吃完了。我觉得你大概差不多10碗左右就差不多。好，10碗了。我估计跟你赌啊，你小看了。十碗是吧？他在英国。我赌15碗。他在英国剑桥学的就是这个。谁吃啊？韩哥，这边要开始了，可以了吗？来，大家来见证一下我们人类最非常没有必要的一个比赛，看，宇豪跟蜜橘。对，我们这个比赛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就是为了证明我们能吃，好不好？晋升，晋升，开动，走起来，走走走走走，厉害了，厉害了！宇豪现在一碗面还没吃完，好，宇豪一碗快吃完了，快吃完了，厉害了，一碗吃完了。胜！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 提醒您稍后看电。解腰带了！为我吃了15碗吗？天哪！6期美食同台亮相，空的胃鼓起来。天天向上合作伙伴，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下节更精彩。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宇豪跟蜜橘，我们这个比赛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就是为了证明我们能吃，好不好？晋升，晋升，开动，走起来，走走走走走，厉害了，厉害了！宇豪现在一碗面还没吃完，好，宇豪一碗快吃完了，厉害了，一碗吃完了，胜，宇豪第二碗，马
的，喝口水，还能喝水，第二碗，第二碗，喝喝喝，水就是面，没事，别管它，宇豪，宇豪看第二碗，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十九袋，宇豪现在以一碗三口的速度，因为解决掉第二碗面，厉害啦！咱们这个女孩属牛的，女孩属骆驼的，然后可以了。他们比赛的同时，我们也来，大家来尝一下，尝尝韩哥的面，韩哥下的面，韩哥的面，厉害了！现在宇豪刚刚一开始两碗吃的有点着急，所以他现在稍稍缓了一下。但看咱们子君这边是维持着稳定的速度继续往前，是吧？子君，你觉得面好吃吗？而且他、哎、这儿，我这第一次吃到一个男人亲手下的面，我真的，真的，真假的？你问一下宇轩，看味道。刚才有好几个师傅也是男人啊，他的面啊，刚刚好，就是味道油但不油腻，就特别觉得早餐也能来一碗，中午这个面特别适合现在的我，特别细腻。虽然素，但是你又能解馋，对它就是它里面有香味。做东西做菜还是食材。我刚看了一下，其实最重要是那罐小罐子。对，秘制辣椒酱。看半天这些酱料，我外面也买得到，我要是做得出来，我就开店。老干妈小瓶装，一定留了一小手。那个就是家里的那个做的油辣子，你好吃吧？琪琪说像妈妈的味道。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两边的成绩啊。子君的吃了六碗，但子君小时候胖不是胖啊，是越快小时候。你在说小蛮的吧？小时候胖吃得快，并不代表你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啊！你好，别着急，慢慢来，不急。好，洗完了。哇，我真的我挺佩服宇豪的这个勇气的。对，公然挑战大胃王，一个是公然挑战，还有一个之前是一直努力学习，对，学习能特别好，上了英国剑桥，结果人生的顶峰是吃了44碗面而已。我这是人生的巅峰。对对啊，不是，人家是大胃王，八碗，你均吃了八碗，各位为他们加油，宇豪22。我跟你讲，在必要的时刻，哇，他已经第十碗了，安逸宇轩会亲你一下，鼓励你继续向前。我现在峰哥，峰哥在那什么都不干。我也觉得，如果你要我觉得应该派错选手了，我们这一轮应该派前锋嘛。是因为韩哥下的面太好吃了，真的可以吗？好吃，真的可以。哦，这边几碗了？这边1、2、3、4、5、6、7、8、9、10，十碗了，第十一碗，咱们也宇豪也不错啊，九碗了，1、2、3、4、5、6、7、8、9，第九碗，也宇豪没必要，我们不想用这样的方式失去一个兄弟。天哪，撑死一哥们！哎、其实是势均力敌的，现在看起来。你知道他们的差别在哪儿？那个咱们女孩吃的时候，腮帮子里没有东西，袁宇豪一直都在嘴腮帮子里的，他嚼不完，因为他并没有很想吃完。宇豪刚刚照顾小蛮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他说他要留一留肚子，最后挑战一下我们的蜜子君，把小蛮派上来。结果小蛮上来吃了150几碗，对呀、啊。他还没饱，没感觉，他只是垫了个底儿而已，打个底儿。我哎呦，解腰带了，解腰带了，腰带都解了，开扣子了，宇豪，开扣子，对，宇豪厉害了，对，开扣子了，好，开扣子，好，哇，厉害了，哇，这个我，而且你看，哎呦呀，而且这个女孩子很有心机。他直接就给你，你看他往上落，让你觉得压力很大，对，让你绝望，是压迫型的，压迫型的，强势，嗯，林宇豪都不放心，还要说什么？答应好了，玛丽姐，我之前说了15碗，要让你赢，什么？这十五碗一定要吃下去，我赌15碗，好，答应好了，要让你赢，这十五碗一定要吃下去。你是被我吃了15碗吗？哇，没必要啊，同学们，除了亲一下还能怎么办呢？姐姐亲一个吧。答应玛丽姐的事儿，袁宇豪，我就又看上一套房，那个房就是15万一平，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哥哥去挣这个钱？说的我特别想把剩下那几碗帮你吃了。如果这里面有肥肠的话，玛丽姐肯定帮你吃了。袁宇豪现在第15碗了吧？就是这已经第十五碗了。这是第15碗，太棒了！帮姐姐完成这个没有必要的梦想。你看这个女孩子多么的轻松啊！我的天哪。对，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这是第二十碗。他特别淡然。第二十碗，我的天哪！他的实力真的是给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折服了，就实在太厉害了。对对对，是这样，我们先把这个奖牌先发给他。OK， 给给给他颁奖吧，来，你厉害了。各位，既然今天是收官之作，前五期所有的美食全部都在对面，最好吃的小龙虾，最好吃的串，最好吃的水果，最好吃的泰国菜，我们要全部都在对面，请呈现前五期的美食。还有我们的生蚝，人类的辉煌天天向上，为咱们这六期节目祸害的不轻啊。接下来我们不但要请你们几位吃，还要请我们台里八大部门，因为我们录六期美食节目跟台里的八大部门造成了很多困惑。我们每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后期、我们的摄像、我们的导播都认真呀，看着流口水，对，机器都快被泡破了。哎呦，有请八个部门的代表，你们辛苦了。方言子、化妆哥、车队挺哥、导摄科小念，还有我们的保卫，还有我们的物业都来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所有的朋友找你们最爱吃的东西，我也要去。玛丽，你最爱吃的串儿，这是我们的烤牛油。那我就站到这里。你站到这里，我们录这几期美食，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困惑？哎呀，困惑大，就是就闻着香啊，不能吃。为什么？就工作需要，因为就是这么负责任，对不对？工作需要啊，导师哥啊，每次拍的这些美食是不能上来，什么感觉？很想吃的也吃不到，很难受啊。为什么这次导师哥拍的是你，不是别人？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好，我们的保卫科，保卫科，保卫科，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困惑？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最大的压力就是要看好这么多美食，看着看着就肚子饿了。所以我们今天把八个部门请到我们天天向上八周年生日的这样的一个宴会上，接下来什么都不说了，三个字，各位吃起来。来上一桌小龙虾呀，幸福就是恰恰恰，天天在你恰恰恰恰，天南地北恰恰恰恰，五花两面绿豆沙呀，放假就是恰恰恰，辣呀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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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大刀手不抖，双呀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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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热就要喝一口，来呀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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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被师傅打呀。元老玄天来过节，恰不打烊，恰不打烊，恰不打烊，天天向上，恰不打烊，恰不打烊，恰不打烊，大吃一下，恰不打烊，恰不打烊，恰不打烊，趁热打劫，恰不打烊，恰不打烊，恰不打烊，又稳又稳。天天向上合作伙伴，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下节更精彩。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好了，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也要感谢 OPPO 拍照手机对《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大力支持。恰恰恰恰恰恰，夏天来了，恰恰恰恰，哥们儿一起恰恰恰恰，来上一桌小龙虾呀，幸福就是恰恰恰，天天带你恰恰恰恰，天南地北恰恰恰恰，撸串两面绿豆沙呀，放假就是恰恰恰，辣呀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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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撒料手不抖，双呀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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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热就要喝一口，来呀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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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美食不打烊，嘛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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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老玄天来过节，恰不打烊，恰不打烊，恰不打烊，天天向上，恰不打烊，恰不打烊，恰不打烊，大吃一下。